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217集的节目。我今天的话呢，还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玩具哦，也是赛博坦制里头的这个。今天介绍是右手边的这个噬铁虫。噬铁虫的话呢，在动画片里头呢，那一集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是天王星的部下啊。那它的话呢，是不分狂派跟博派呢，它是照常不误的去攻击的。这个玩具的比例的话呢，啊，其实在这个讲一下啊，它其实没有什么变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态。那它的一个隐藏型呢，就是这样推上来就好了啊，这里推上来，它就变成了一个虫形啊。这个是它在动画片里头这个样子。那这个比例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搭的。在动画里头呢，这种虫啊就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这样扑上去这样咬住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啊基本上这个造型来讲的话非常可惜啊，没地方可以咬。我试过了啊，包括整个这个头啊，对啊，基本上 OK 啊，反正就是没得妥协啊，咬不住啊。动画里头的话，这种虫啊，大概4个到5个吧，扑到一个变形金刚身上呢，就可以瘫痪掉一个变形金刚，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存在啊。那这个玩具的话呢，我们是没有经过补色的哦，它本来头部的涂装呢，就是这么的漂亮啊。这个你看，非常的有金属光泽，上面这种斑驳的，有一种刮到变得刮到露出白色底，跟刮到露出黑色底的感觉不一样。眼珠子的话呢，也是有渐层的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亮丽啊。虽然说这个手啊。脚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动啊，后面这个脚的话是可以动一下到这边，然后呢，这个塑胶色就比较糟糕，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联动机关在哪？赛博坦制都一定要有的，它这个联动机关非常的炫了啊，从后面这个地方按下去的话呢，就会这个呢跟动画片里头的那个螺旋的那个嘴巴里头那个动画呢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它这个玩具的话呢做得更加的凶恶，OK，漩涡的感觉，伊藤润二的孙子啊，伊藤润二的漩涡，对不对？OK，非常好玩，非常好玩。那变形就是这样子啊，这样过来就变成一个小恶魔雕像一样的一个感觉，还蛮不赖的啦，还蛮不赖的啊。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大家呢做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小分享。这个玩具如果说你有机会在反斗城或者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它了，还是蛮建议你把它带回来的。那我最后就再提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话呢，多忙了两件事情。第一，我开始入驻西瓜视频，那我会搬运一些影片过去。那当然搬运影片还比较简单。另外的话则是呢，确定了之后，我会把这个平台告诉大家啊，我有多入驻了一个贩售这个照片啊，还有一些图案图档的一个某某拍卖网站。那它是一个是属于一个会跨国的，也就是说它会把照片呢，不止贩售两岸三地，它甚至会卖到欧美地区，它是网络无国界的一个比较正式的贩售平台。那由于这个是这个网站呢自己发邀请函给我的啊，OK，他们并不是看变形金刚认识我，是在网络上搜寻一些 cosplay 的照片的时候呢，去点击去发现到我的作品，然后来联络我，那希望我去入驻他们的这个平台，然后做一些照片的贩售。那有所谓的海外独家、全球独家跟所谓的一个非独家等等，有些没有，有的没有的。那最近的话呢，我会很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因为毕竟的话呢，这对我来讲是增加一笔新的收入。那各位就是，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理解，我照相什么其实都是为了要有一笔额外的收入，那收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持我的生活，甚至是拿来购买变形金刚的玩具。所以呢，各位如果觉得我最近的影片更新量有减少的话呢，请你们就当做我真的是工作比较忙碌哦。我就是人生就是不可能一直在一个同温层，不可能在一个舒适圈里头一直待着嘛。我们总是要一直有突破的。然而我也曾经提过啊，由于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能够做开箱影片、做变形金刚分享的时间呢是越来的越少，我也会反而比较珍惜在电脑前面呢能够跟大家聊聊天啊，或者是在相机啊、在手机前面跟大家做聊聊天的这些时光来讲的话呢，对我会变得更加的珍贵。那今天的话呢，就谢谢各位的收看啊。那如果呢，我的一些其他工作啊，或者生活上面有一些新的突破进展的话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